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米娅的啾啾老师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实验，是什么实验呢？你等一会儿就知道了。这是什么？这里面是葡萄糖水，葡萄糖水，我们有的时候做蛋糕要用到的葡萄糖水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氢氧化钠，有的时候妈妈做清洁的时候要用的，这是清洁的东西。然后这是蓝色的食用颜料，这是红色的食用颜料，这杯就是清水，普通的水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先往这里面倒50毫升的葡萄糖水。好棒！然后我们要在里面滴2滴蓝色，1、2，好棒！多滴的也不是很要紧的，大家不要担心。然后滴了2滴以后呢，小朋友们要用拿一根筷子把蓝色搅拌一下。哇，现在变成蓝色的水啦！接下来呢，这是什么？氢氧化钠。我们把氢氧化钠用小勺子拿出来，大概要拿10克左右，因为这里面有20克，所以就是一半，把它倒进去。我看一下，差不多了。然后小朋友注意哦，手不要去碰它哦。然后我们把它搅拌，如果你觉得怎么没有变化，可以再加一点氢氧化钠，有可能我刚才没有加满10克。然后再搅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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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小朋友看，它开始变色了。它还是蓝色吗？它渐渐地变成蓝绿色了。然后再搅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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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然后我们安静地等一会儿。小朋友看，它是不是渐渐地变成黄色了？是不是？它变成黄色了，你看，是绿色，不是黄色，是绿色，我看错了。你看我搅一搅，它又变成蓝色的了。然后我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它又变成绿色的了。小朋友们可以继续等，它继续等呢，它颜色就会越变越深，它会从绿色变成黄色。黄色变成红色，你可以在家里试试看。或者呢，我们还有一个办法是让它再变成别的颜色，还记得这个吗？这个是清水，现在变成绿色了，我们来加清水。它又变回蓝色了，好棒！搅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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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搅，你可以在家里试试看，它待会会不会变成黄色呢？还是会变成红色呢？你试试看好吗？今天就到这里，再见。